旅行乐团 ，Let's go！ 大大，哇，这一份才30块哦。对啊，邱妈妈，是贵姓？对呀，妈妈。邱妈妈你好，我刚刚乍看在以为是在做蚵仔煎。哦，真的，真的不一样啦，对啊，蛋饼哇，差很多。对啊，这完全想不到它是蛋饼。对啊。哇，得了！用心，这个叫做精力饼，在那边一天精力精力精力充沛的。哇！小庄，我们常常看你的节目啊。谁？别要给我这个火腿大块饼。哦，没有吃过高蛋挞这么丰富口味的蛋饼，对，而且加高蛋挞啊，还有那个高丽菜，哇，给他们吃。口感真的非常棒，非常好吃，忍不住再吃一口。哦，哎呦，太正点了，很香又很大。可以换我们了吗？对啊，我们受不了了啦。对啊，赶快。可以换我们了，我们可以受不了了啦。动尾条，来吧，来自己加酱好不好？哇塞，哇，好好吃哦。哎，正点正点，我们可以有蒜蓉酱，蒜蓉。对，可以可以。哇，这蒜蓉哦，先炒一次。而且它的辣椒酱不是辣的，不是很辣那种。这个应该不叫蛋饼，这叫做大蛋饼，超大。对啊，那两份大量，对，嗯，好好吃哦，好健康哦，嗯，而且它九层塔很少人家吃的蛋饼有加九层塔，我觉得九层塔整个那个味道让它的蛋饼香香，高丽菜丝，哦，它真的很舍得，你看这个，对，好大一块培根的，一小块一块，真的舍得，好吃。而且真的很适合女生吃，就是有菜，然后又有肉，蛋，对，就是早上所有的营养都有，很棒，然后再去念书，你看看，它这个跟一般早餐店的吃的蛋饼完全都不一样，而且老板娘厉害的地方，它这个饼皮啊，它有点像软煎饼那种口感啊，吃起来很 Q， 真的，这你做的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是你们绝对不知道。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有一条印尼街，美食这一门路线，现在要带你们不用坐飞机也可以出国，带你去吃当地的印尼料理，印尼菜。